叙利亚内战波及数千年历史的文化遗产。联合国教育、科学及文化组织今天呼吁叙利亚政权和反抗军珍视这些濒危遗产。日本厚生劳动省决定，将来为持有转介单到大医院就诊的民众，要支付一定程度的出诊费。出诊费可能设定为1万日元，约新台币3000元，预计2016年度起实施。比利时号称是薯条发源地，在首都布鲁塞尔处处可见薯条摊，但人们似乎还不满足。有商家近期推出比利时第一台现榨薯条贩卖机，经过的路人如果突然想吃薯条，只要投币2.5欧元，1分半钟后就可以享受热腾腾的薯条。野生动物保育协会证实，纽约中央公园动物园备受喜爱的27岁北极熊葛斯去世。葛斯1985年出生于西班牙托雷多。1988年移居纽约市后，攻占许多报纸和广告版面，成为中央公园动物园的最佳代言熊。近来葛斯食欲下滑，出现咀嚼障碍，动物园及兽医麻醉葛斯进行医疗检查，最后决定让葛斯接受安乐死。新唐人亚太电视整理报道。